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三个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爽，你爽啊！我，我爽，你爽啊！谢谢，来，我先包水起来吼，谢谢你哦。啊，看我后边搁遮侪回你哦。来，啊，那怎么了？妈妈讲我卖掉啊吼。来，迄个，来，过来要食啥？好嘞。五百。肉质了来，OK，过来卖卖啊。你想肉质了来啊？迄个鸡翅我卖一个，好嘞，鸡翅。 至少我还讲我还介绍一下物件，你一定爱买哦。来，其实肉质啊，亲像阮家人要食两百块，两百块上面食肉质啊，两百块。一斤两百，两斤两百，三斤两百，这做不落去啊，一个人给装包无啊，两百块上面也可以。无啊，两百。靠，遐大哥讲买伊都我拢袂记甲货，歹势歹势，记伫足歹的。人讲现食这个头家都利用实在，反正全部嘛做实在。 这包叫人参鸡汤哦，这用我烧就好食，人参鸡啊，人参鸡把听过，用我烧就好啊。这一只猪啊，三百七十块四只，给金龙三十五，来，全部全都定下来。好啊，这一包三百七，这两包猪七百几个，要食人参鸡汤的人家拢加腿包，一平两个人加尔，先加一碗先卖你哦。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，两百块人参鸡，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两百，加加多一只，两百块了，来两百了，两百块了，要食人参鸡哦。 两百块够了，要食人参鸡汤，非常好吃哦。好香哦！来，谢谢。谢谢。真的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我阿完了。嗯。我今天早搞，所以我时间我。来，你给多少？我，你给多少？来一千个。哎，我甲你讲，你无买，人家试食看嘛，真正无啊，一百了啊，人参鸡有够好食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没有了，一百块。一百只。最后一个，哎呀，够一个无啊？无啊。 来，注意听，注意看啊！来，请你叫人客嘛。恁全部人客耳仔泡，你注意听哦。只要你来我家，即项物件你拢一定爱搞买，一定爱搞买。哦，我绝对无来骗钱的，你食看嘛，你就知影偌好食吼。来，这是芋头丸哦，这叫酥炸鸡翅。你第一个，你第一个，你不管要煎要煎，你第一个加落去的喎，你会食到酥甲糯啊，食落去的喎，规个鸡腿会把食都蒙出来。然后佮加落去的喎，伊个内底有六块软骨啦，伊个卡子卡子。 这餐厅一份只要要甲三百块，这两份只要要甲六百块，我还讲你先加钱的先赢，两个人客哦，三个人客哦，四个人客，这免叫你开六百，叫你开八百，哦，上先加钱的先赢，三百了啊，来三百块了啊，来主持人加鸡翅三百块，三百块了啊，来三百了，三百块了啊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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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百块了
以人家150给你试吃看看，150就好，150就好，先试吃看看没有关系，150就好，这只要不是10粒，是15粒，12粒，150就好，谢谢，感谢，来一个，150还要来吗？感谢您，来，阿伯我们弄牌就好，不然都比较麻烦了，阿明，这家没收了，人要来拿货哦，好啊好啊，来，阿姐，我的蚵仔敢不好吃？你唔知我蚵仔叫人家骂到外严重，干贝酥这，这两样物件叫人家骂到外严重。我一天哦，真正拢无足无闲的啦，啊，我一天拢炸十几啊，无时间通包这啦。啊，叫人家骂到拢是啊，大家来来三礼拜拢买袂着，到底是啥物原因？我今日有甲加炸来啊，吼，啊，若佫无够，歹势，我甲你讲，我嘛无法度，因为我已经用足侪时间去包的啊，吼，蚵仔丸，这也外好，只要一包头几啊五，这两包只要500，这有包咸鸭两个哦，先加钱的先赢。我这两包佫送予你吃，这真正要求俗，啊佫要求好吃，先加钱的先赢，200了，来200块了，来200块了，200块，四样拢是200块，这唔免经过思考啊，你要吃这唔免经过思考啊，俗佫好吃啦，佫思考无物件通吃，200块尔，200佫买来无？上网蚵仔丸咯，蚵仔丸好吃，你为甚物无来这做吃？还是美女讲一百楼票里面四千，一百个有买来无？来，好，别先讲蚵仔丸是对，好，别先讲你讲的蚵仔丸是对，来，看你我教你几回，来，今仔早安尼搞，哪个无搞我嘛无法度啊，哎，一工已经卖遐济啊，一百拢有啊吗？来个，来。一百块有买啊？我记得无啊，春节啊买买啦。好啊好啊好啊，下底遐落啊，莫搁落啊。到人要食鱼翅无？
鱼翅鲍鱼，敢有人要食？啥物敢有人要食？无啊，啥物龙虾啊？啊，你若拄啊食蚵仔饭，那有诶人食，那我要卖这，你敢知？有诶人都无食蚵仔，你像我家己诶某囝就无食蚵仔。哦，啊有诶无食蚵仔，要食干贝煮，即共阮好食，即外口一文钱要一百，两文钱要两百，两百到两百，四百，唔免啦，两百就好啦，来啦，即两百我送你啦，安尼两百好就好啦，两百块啦，两百给恁整给恁钱啊。一百了哇，一百块，一百块试试看看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哇，简单卖了哇，不爱啰嗦，两下啦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简单卖了哇，哦，不爱搁你遐啰嗦，一日几块你也袂晓食，我嘛无法度，一百块尔，拢有啊吼，下了哇，拜拜，好，下了哇，简单了哇，来阿明，这家叫龙开收了。谢谢，阿姐感谢你哦。那你今日要食啥物？蟹肉棒。蟹肉棒啦，蟹肉棒超过五块了，蟹肉棒啥物食？啊，要食白虾无？白虾大只，刚好要食白虾啊。啥物食帝王蟹肉棒？来三百了啊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啊，一条三百，两条三百，三条、四条哩，五条哩，六条哩，七条哩，八条、九条，这十条卖你三百，一条三十块尔，十一条啦，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拢去啦，三百尔啦，三百够要食无？三百块。对啊。来。三条啦，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三百个买啊无？有我就收啊。啊？有另外一种歌，你家己来的吗？来一千个。你自己来吗？我讲你家己来才买物件的啊。好来收个。你买另外一种歌吗？来另外一种，你要不要？来，干麦烧。啊？三十个哦。你吃了好吗？好啊，恁先去吃，恁先上尾吃，先去吃，紧吃吃啊，袂，还袂腻面啊，吃烧的啦，吃烧的。来上尾吃迄个烧的棒啊，这不一样的哦，三百了啊，美女，三百块，这包再送你三百，这一包再送给你三百，就买不到了，这包够你三百块了吗？怎么了？安娜？太乱了无啦？安娜，买叫阿平用好啊，让伊去吃饭啊。啊？你搞人？三百块要来无？来五百，百五块块要吃，一百，好的，百五块要吃，猛吃，五百上来，呵，你你五百，你你唔该去，免得走你，一百五上要吃，来谢谢，来，百五，你想考虑加股？我在想，我的是，我的是，你别再搞我考虑，你来这边不可以考虑太久，好，来阿明兄弟。百五咯，反正你遐会乱哩无啦，好啦，你来上庙给你吃啊，给你吃。你这画质版有给一百是谁啊？啊，对啊，谢谢，这一百哦。啊，还有一个蛤蟆好，那蛤蟆等一下哦，来，啊，过来，你吃什么？应该要吃什么？应该啦，小朋友吃的啦。谢谢。来，你也摕一包个，阿明，你去帮我包一包，我去当起来，来一包。来，要十四包，十四包。阿明，我一张包一包票，迄个是十四个。谢来，包两份啦，给两份。好，别个摕钱啊，两份，就两份。你去包，包包票我了。来，过来要吃啥物？我看卖一下，我顺一下好吧。讲完感觉。啊，讲完未了啦，讲完未了啦。恁敢有要食鸡啊？规只的无？规只鸡肉敢有要吃？我要吃哦，来。少年的鲑鱼啦。好，鲑鱼我是该买啊，这包是该买。来，来啊，米哥来好啊，米哥也买买。啊？骨你想对啊？你想是骨对啊？是骨咯。你冇用鸡啊？啊，无骨是冇炸对啊。有人要吃米糕无？米糕敢有人要吃米糕？这大阿伯哦，这足侪人叫你讨啊！哦，来，挂绳啊，拢互你家己吹哦，小罗啊，大包的大阿伯，不是了三人五人的大阿伯，上面吃樱花虾、蒲烧米糕，先给一个先赢，三五罗啊，三百五罗啊，这你阿伯哦，这上好吃，三五个人要吃樱花，来再过一个，三百五个要吃哇，三五，阿文超百五我者，三五个要吃樱花虾米糕无？三五罗啊。拢有啊，好，来谢谢，阿先你帮我收着，是哦，来谢谢，感谢您啊，我感觉愈换愈顶啊，
我觉得越玩越冷。走啊，走啊。没了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。来，那个阿平，你后壁讲用一挂海藻哦，甲人要食鲑鱼骨，这得用煎的，啊你抹一挂巴达奶油，浓香的，煮米色，外口煮米色，像我讲偌济鱼啊个哦，鱼啊个加，啊这鱼啊个加鱼啊个偌济。我不要分嘞。500，卖500，卖400，先给钱的先赢，200就好啊，200就好啊，等下。这包我送你200，先给钱的，来这包给你啊，200就好啊，200左边搁一个啦，200好啊，以后我加以后我500，200，再搁送你啊，再搁来啊，200，这一包50比饼好吃哩啦。小姐，营养搁高，你要食饼，要食这，200尔啦，200搁回来无啦？200好，要吃吗？200。你莫看这八袂起的，这200呢，这百外弄呢。100了啊，你试一下看嘛，100，你毛别贵，你是买100，我试一下看，试试看看。来来来，100了啊，100。我打死你啊！100了啊，100。我呀，100了。对，100了啊，人做伙。100，你搁几个阿文？搁3个啊，一坐啊，100了啊，你做好食哦。这种煎的烘的拢好食。搁一个200啊，来，好啊，先结束。来200。欸，你搞要食土豆，要食啥物拢爱讲咧，土豆什么？你拢爱讲咧。搞要食干贝，要食啥物无？干贝搞要食。你搞要食干贝无？哎呀，先干贝甲起来卖，干贝全部几包啊？干贝全部几包，恁紧买买啦。啊，若搁无买，甲讲歹势无啊？对啊，烧。干贝啥物食？唔免3000、2000，这一包半公斤，想要食咧1000就好啊。这一包我行我800块。